十二月四日，五月天演唱会假唱风波发酵，经纪公司回应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近日有网友爆料，五月天在演唱会多首歌曲存在假唱或真假混唱的情况，网友还上传了视频，并声称经过专业软件的分析，证实了五月天的假唱行为。十二月四日，有媒体联系了五月天的经纪公司，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假唱，并称会在官方发文回应，让大家继续关注。五月天的假唱风波从十一月底开始，之前粉丝和鉴定博主争论不休，有音乐博主还向消费者协会举报了五月天的假唱行为。十二月三日，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表示，他们已经记录了这一情况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，如果有后续调查会公布。当天晚上，经纪公司发文宣布，十二月八日五月天的巴黎演唱会将线上直播，邀请全民参与，全民见证，但没有正面回应假唱质疑。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五月天假唱事件展开调查，如今五月天经纪公司否认假唱传闻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